全都压力想拿最好的人了。好，那我们三个队的四公的队长，请问在哪边呢？队长。啊，平常还没吃饭先摸彩啊，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没关系，进不来看。今天刚好是有换脸回来比较漂亮，所以认识一下，记得我一张漂亮的脸。大家好，我看太上大学还是要过来多多支持，那我也是会回来帮忙的，谢谢大家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的叶华。然后现在在这份工作，我已经换岗了，但是今年多二年。然后最早的应该是我从进社大，然后因为一路教导，然后各位志工伙伴真的帮忙，常常我随时一空，然后随时有人就会支援。然后像弟兄大哥有时候下大雨，然后一通电话他就帮我去拿东西、去送东西。然后很多志工伙伴都是这样子的，真是真情相挺。然后我觉得我进来浙大工作最大的途径就是认为认识各位大哥大姐，你们都是我最重要的贵人，我真的很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浙大的同一个送给大家啊，我大叔说过一讲大的很很远，然后不想上来就是也想说话啊，但是就是感谢大家那天给的辛苦啊，我也是大学浙大的一个男大叔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财源滚滚的。那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准备上大场。我想现在当